如果我们缺的不是解答，而是提问；如果我们问的不是如何改变，而是我们想要怎么样的改变；如果回到人，回到生活，我们想居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如果光是走在街道，我们就能感到幸福；如果因此步行比自行开车更吸引人，甚至你踩的每一步都在为这个地方充电；如果我们不只是拥有更多公园，而是城镇本身就是公园，甚至是我们的菜园、牧场、动物园；如果我们不是保护自然，而是生活在自然。如果不是节省能源，而是直接生产能源。如果住宅可以移动，如果房子就是车子。如果只要我们敢想象，马上就能实现。如果我们没有提出如果。实现你的如果，2023总统杯黑客松，全民许愿，黑客解题。